我是公关列车长，在109年2月10号，耶！瑞芳站人王站，9:21出发的是4022次，经由宜安县开往树澳新的超优质二代微笑区间快车，宜安88908904022次，经由宜安县。然后收信，准备在瑞芳站10点，已经代币完11个了，铺友们。耶、yeah, ！再见喽，我的4022次，经由沿线看我说新的超优质二代微笑区间快车，用890的，用88908090二代微笑去。在瑞芳站时，干一个干旱。瑞芳站有一班列车10点，就这样，谢谢各位，再见。